你莫后背来哦，明仔日罪加一等，我的罪应告一条，无差一条，手铐的事情紧提来。你表兄讲你安尼就会当逃出去，无试看卖，哪会知影？快紧来啊！你安尼改手铐，无方便，我改到三工。 你卡手那会遮厉害啊？我的卡手那会遮尔好啊？敢那直觉反应较快。伊是，伊敢是叶家婚礼上迄个炸弹客，叶志成的秘书吧？伊那伫遮，佫是犯什么案件？你莫误会伊啦，伊是为了。 叫杜江爷爸爸在火车弄掉，将失去记忆。拄则佫配合我作弊咯，我本来要送伊回去，想袂到伊竟然出手替咱掠人呢。失去记忆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足侪犯人用失去记忆这招来脱罪啊！你千万唔通会骗去啊！这种代志就啥物好骗的啊？你讲知影连家己的名拢记袂起来，迄是偌恐怖的代志。 你卡手遮厉害，掠犯人袂惊，等倒会惊失去记忆。公平，伊一正是啥物拢袂记得啊？若毋是我看到伊细汉时阵的相片，我嘛毋知影伊是我细汉时阵的阿婆小马尾呢。那有遮尔拄好的代志啊？你是毋是冒充要靠这个关系，互伊时同情你啊？若毋是伊，是伊心里粗啊，我根本嘛毋知影我是啥伊。是啊。 伊先有鉴定过，伊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当恢复记忆啊。而且，伊知影伊进前做诶歹代志了，嘛真不安，嘛真后悔。若是伊是真感觉后悔，咱想要弥补，想要将讲赎罪，想要改邪归正，迄是当然啊。我嘛已经甲伊一起报警过啊。虽然我想袂起做这代志，毋过。 我以后袂阁做伤害人的代志啊！安尼阁无够，若是你真正有心，抓甲阮斗相共，共迄个幕后主使者抓倒来。伊即马啥物拢想袂起来，哪有可能替咱掠人啊？就算伊想袂起来，咱嘛会当有伊的身躯顶找着幕后主使者的联络方式。啊，若无，就等幕后主使者联络伊，咱阁趁这个机会甲抓起来。你想要利用伊山作诱饵？ 安尼想危险啊！伊卡手遮厉害哦，你毋免替伊遮尔紧张啦。袂用的，伊即马啥物拢毋知，我好都封闭歹人啊。伊是，你介偌济当无见面啊？你敢知影伊即马变啥物款的人？毋通感情用事啊！迄是你无了解，小马会对我重要。好啊啦，我拜托你啦，莫阁为我冤家好无？只要会当抓着真正的坏人，我拢会用个配合，袂要紧。这你讲的哦。